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黑。看看我们的小团子，不知道在哪儿抓了一个老鼠哈，真是醉了，还在这吃。哎，这个厉害的劲儿啊！来，快拎出来，你看看这个老鼠，而且还挺大的哈。你看，真不愧是我们的小田园猫咪，抓了这么大，我操！一会儿吃了，来，快拎出来。那咱们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啊，要从猫咪的嘴上抢下来一只老鼠，到底有多么的难？这还有猫粮，你看看它都不为所动啊，在这儿，嗯。都不松口，天哪！哎呀，愁死了！来，看这个老鼠，让它拽的这么紧，我这踩着它都……啊，我操！看这个老鼠尾巴，都已经被小黑刚才……哎呦天哪，给拽掉了哈！然后它都不松口，哎，愁死人的！你说，嗯，你说你要干什么？一天天的，你说为你好，你还不知道？你看。还拿手绷着，哎呀，你说你，嗯，怎么这么嚣张，这么厉害？这拎着他一边拎着一边吃啊！你看，哎呀，好，咱们现在踩住尾巴哈，嗯，好，松开！我天，一会儿拽两半了，感觉，哎，这问题是小黑怕这个老鼠有毒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怕有老鼠药，因为这只老鼠抓回来的时间就是个死了的，现在抢也抢不下来。你看，哎，这咬的，哎，用好吃的勾引它也不松口，猫粮什么东西都不好使，它就非要吃这个老鼠，真的是醉了哈。嗯，当当紧，这，嗯，松口，听这个声音，这就是咱们的小团子哈。哎呀。他非把他拽起来不可，这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啊？都要疯了是不是啊？你不能松口吗？赶紧松口来！这尾巴看那样是极不情愿的。哎呦我这好大的劲儿啊！你真是嗯。嘚瑟，天天跟我嘚瑟哈。嗯，来松口，来松口，都疯了是不是？你看看这身上浑身的肌肉都在抗拒哈，嗯，松口，哎，这猫妈妈还想上来抢老鼠呢哈，这还不让，小团子难得这么发飙哈，正常我们就美少女战士，现在都已经要疯了。小黑这现在是费了吃奶的劲儿啊，终于是把这只小老鼠给抢下来了哈！我的天，小团子的头差点让我给咬掉了。哎，这只老鼠还是挺大的哈，但是问题是它是个死了的老鼠，所以就特别担心怕它有老鼠药，不太敢让猫咪吃啊！好家伙，累得我气喘吁吁的。好吧，那么我们把这只老鼠给处理掉哈，因为小团子现在也带着小猫，怕它。这真是，特别特别的危险啊！好吧，那么本期的视频呢，就给小伙伴们录到这里了。田园猫抓老鼠真的是太厉害了哈，咬到了都不松口啊！那么我们就下期见喽，拜拜。